哎哎，站住！王林静，我来接孩子，在那边等着。什么？他们怎么就能进？你也不看看人家豪车名牌，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家长。我也是家长，子涵的爸爸。就你穿的跟土包子似的，谁信呀？闪开闪开，别挡在门口。你干什么？哼，果然是穷鬼。飞船。豪车，我需要吗？